米是台湾人的主食，有着不同的口感，米香与软硬度，而不同的米种成就了众多的米制品。在台湾落地生根超过12个年头，也深深爱上这样的米食文化。池上能称为米的故乡，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。以池上米制作的米蛋糕与当季时令的蔬果形成绝妙的搭配，口感清爽无负担。用蓬莱米制成的夹心饼跟点心面，搭配新鲜水果与优格制成的优格杯，当然还有清凉消暑的米冰淇淋，分别撒上不同口感的米制品作为点缀，成为餐后甜点的不二之选。最后再由台湾地王华贵争霸赛冠军呈现的釜山冠军作为主餐，铺上满满的 cheese。这就是我五峰的米食主义。江博士，再见。